软棉的 T 恤，然后烫金的设计，就是很简约，然后一个小爱心，很好看。那这件的话呢，给你们看一下哦，这弹力都超好的 ，L 号穿没有问题。然后它是做有点小花边的领口，就是我觉得它的袖子的地方，然后领口地方跟它的下摆的地方都有一些造型。就是平常如果说你们穿合身牛仔裤，你要把上衣拉出来穿也 OK。然后它弹力都很好，弹性都很好，穿起来很轻肤、很舒服，也不会厚，也不会热。对，然后领口我觉得开的也很 OK， 就是也不会太高领或太低。它是弹力到就是面料舒适，就是可能拉个斜肩都 OK。然后这个爱心非常讨喜，在一个侧边的地方，就简简单单的那种设计的感觉。搭配宽裤就 OK， 就走比较休闲的感觉。像我就穿那个平底鞋，宽裤穿平底鞋的穿裤这样子也很好看，粉色的，所以颜色就这样，有没有？很美，很甜美的粉，一件只要299哦，质感超好的，对，我们的帆布鞋。我也不知道，因为我们小白鞋都买，我不知道抽到哪一双。好，身上这件 T 啊，有没有 T 恤不嫌多，因为都穿得到的，好不好？平常穿，上班穿、出门穿都可以。好，粉色，粉色的哦，好，要的赶快加。然后换白色的喽，赶快分享哦，分享次数达到了没，各位？肯定是还没。T 的话，我觉得就不用太花俏，然后可能随便穿个牛仔裤啊，或者是配这个套装的这种出门就可以了。它这个，这边还有个这个小嘴唇哎，大家看到，就是还蛮有设计感的。好，然后白色的话也是很百搭的，穿着套装这样也可以。对，非常实穿的 T， 好不好？强度是正常的，不是短版的。好，然后弹力都非常好，很就是其实这个流汗都是很舒服的，它是不会让你很闷热的那种。所以你们喜欢，真的厉害哦，非常好看。或是搭在那个套装里面，这样子也 OK。可以哦。没错，短版短版上衣吗？嗯。我这个也算。嗯。就。就这样把它扎进去，也变短版。光我蛮多的啦，光我蛮多的，对。好，剩下那个 T 要的可以赶快加，好吧？这两个色都很漂亮的。套装还有一个杏色哈，米色的。对，米色的，那个没关系，紫嫣，等一下你想要重看什么的，等一下会再让你们重看一下。紫嫣不要走开，而且我们还没抽奖哦。没错没错，不要错过。好，剩下这个 T 啊，赶快哦，跟上这个。来，身上的 T 哈，编号15，有白色跟粉色两个色。